昨天，有关 SOMI 的长期空白的话题层出不穷。加入了 Black Label 后，这位歌手的事业显然处于上升期，然而回归太少，被网友吐槽，所以感觉公司和 SOMI 都在浪费他们的才华。1月30日 ，SOMI 在 Ins 上发布了几张照片，并配文“谁吻了我”。在公开的照片中 ，SOMI 染成亮粉色的发型，十分吸睛。此外，他躺在床上，穿着一件相配的粉红色毛衣，脸颊、鼻子、下巴、脖子上全是吻痕。网友们看到后反应热烈，纷纷留言：“吻痕是谁留下的？我的天啊，这是回归的预兆吗？好不落俗套的画面等。”与此同时 ，SOMI 通过发表评论“猜猜”，进一步放大了好奇心。不过，据 SOMI 在泡泡透露，这是 Giselle 的唇印，两人亲密的互动真的让人羡慕。此外，作为一名 solo 歌手 ，SOMI 不受团体日程的约束 ，The Black Label 也很看重艺人自由，所以 SOMI 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创作和制作自己的音乐是有道理的。当 SOMI 完善了他的音乐后，他和 Tidy 肯定会有复出的打算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